六十五，唯美者乃相对之论，万法之妙恰在平衡为是。佳人伉俪，得与华妆之平。若华盛容体有过之，则妆美而人失其佳。故巨士之祸常云：某女服美胜其人之不配耳，另选佳丽妙也。美与丑是相对而论的，一切事情都是如此，都得恰到好处，都得要平衡。无论是人也好，无论是物也好，无论是一种艺术也好，如果它的方方面面不平衡，就会失调，就会失掉美感。比如一个美人着一身漂亮的服装，要是这件服装过于华丽，远远胜过了这个人，这就不协调了，就失去了平衡，就会变成服装美而人不美。有知识的人就知道这个道理，甚至有人会说，因为这个服装太好了，应该拿给另外更美的人穿才对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此人的容颜身材不适合穿这件过于华丽的服装，他只能选配适合他的服装，使之得到平衡，这样才能体现真正的美感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就会失调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美与丑是相对的，只要达到平衡，符合法度，恰到好处，就是美。